听的这种，现在你今年38年是，你今年才65岁，但是你现在像90岁的样子，你说你这种干瘦的身材只有40来公斤，是因为受到人家害你的，因为你是救世主。我去捐血的时候，我都是以60公斤，哦，捐血500cc 做标准的。你说我40几公斤，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衡量的，哦。那你皮包骨头啊？你看到我皮包骨，我有分量，我能够捐500cc， 我有那个分量。你看到我皮包骨，我比你健康。那你现在这种，你说干瘦是因为你承受了其他人的什么？我这20多年来，我白天晚上随时随地要照顾妈妈，因为我一个人照顾。哦。我的睡眠时间不是像你们一样，我一天24小时随时的，妈妈只要晚上3点钟讲说要吃东西，我就想办法弄点东西给她吃。她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就不能睡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怎么可能像你们那样脑满肠肥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这样过来的，20多年，左邻右舍大家都可以作证。